跟朋友聚餐，快迟到了，于是叫了部计程器车啊，计程车。先生，麻烦你开快一点。司机开车的速度非常快，连路上行人我都看不清楚，又连连闯红灯。我担心的问：“你开太快了，会被警察开单，可能会让你吊销驾照的。”这个司机非常淡定的讲：“放心，我根本没有驾照。”